一周漏网镜头，乳晕妹贴张栋梁，咬咬下体垂异物。哎呀，一周容易又七天，又到了回顾漏网镜头的时间。先看看张栋梁现场出了虾米代际。他新专辑《庆功》请来双叔夹击，乍看没什么，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跑出来邀功了？不要等到，只能想念，好朋友要常常见面。刚脱光出写真集的小寇正夯，漏网新闻怎么会少了他？看他从哪跌倒就从哪站起来，咋好硬啊！小寇带个 New Rock， 说是固若金汤。再来看有台的圆游会，主播陈雅琳在台下玩游戏啊，不好看，看台上有瑶瑶。哎，镜头拉近一点，常对抗宅男的他经验老道，但换一个角度再检查瑶瑶，你那两个须须是啥？哎呀，他下半身就一并说完好了。镜头到了伦敦，看名模毒魔皮包骨魔凯特摩斯，不愧是江湖老手，拍广告露半个屁股露得像呼吸一样自然呐、啊。我们把镜头再拉到好莱坞，怎么有铁梯在打男人呢、啊？啊，不是梯啦，是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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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 的小贾斯汀，他人在洛杉矶拍 MV， 冷不防地做出一个让少女崩溃的动作。当然，他掀起 T 恤，露出梦幻紫内裤，也不知道是他裤腰太低还是怎样，内裤头看起来快包住整个肚子了。看太多下体，感觉业障好重吗？一周漏网镜头拉回台北，给你温馨作结。是当什么？今天当什么？看不完我的小花头。他是柯博文的小花头，他坚持啊，因为我们很伟大。祝你幸福，祝你大声一点，祝你哎呦，祝你顺滑，祝你顺滑。苹果娱乐新闻，祝大家周末好，舒服报道。